对啊，良好的腹肌。哇！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是一气之间变那么难。我那时候看到影片的时候吓到，我想说，这个水准怎么不会是因为来了一个很会跳舞的杨绛吧？左手，慢慢，乖乖。我们今天现在正在验收。哎，总监，这是验收过了就去后面休息了。除非没有过，就再重排。哎，你有在领巾呢？我跟你说，我很认真的吧，我只是看起来普通了一点。但那个舞好难哦，这个都要跳一整年，要跳到明年再有新的时候才换下一首。所以这首是会是最常跳的，应该荣登我们有史以来最累的啦啦，有点雷鬼，对不对？阿喜公，我干嘛穿秋裤跳？哎呀，还要穿啊？呀妹，阿伯你跳看麦。累死！你不能上戏。那我们多认真了吧？对，我看到你这样子跳完就马上躺在地上，音乐一下又马上爬起来又开始。我们是被音乐操控的人类，因为我又开始前去跳，就是一直重复练习，让那个动作更熟练。我他现在还很喘，你可以慢慢讲，没关系。因为这个整个球技都会跳到，所以就是希望在那个开幕战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不要拉惨，因为那个粉丝会有那个直拍，他们会直接特写在你们身上。对对对，然后表情很尴尬，就很糗，为了那个镜头。每年都一定会换一首歌，换一支舞这样。我们不止一首，每次主题部都会有新的舞。我们每周一团练就是练新舞。哦，又开始了。我看你好像快昏倒了。一个表演者，他们私底下付出努力其实是很多的。那在场上看到他们光鲜亮丽，你看刚我们有拍到骆童在认真的时候，他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，完全连笑都不笑，他就很认真真的在记。宝宝们排位置咯，不是你啊，叫宝宝你来看。我宝宝啊，宝宝，我宝宝啊。喉咙怎么了？不太舒服。今天这一集影片哦，可能是我主持过最轻松的一集，因为都是看他们在跳舞。我相信大家不太想听我讲话，今天真的是福利满满的。那他们现在要排位置，会有一个团体演练。那等一下，我相信那个场面会是很震撼，那就把这个画面留给大家。嗨嗨嗨嗨，很辛苦哦，工作赶回来，赶场，走吧，我们去看一下他们震撼的画面。班长讲话了，班长。他中间那个在干嘛？很开心，他们要拿手机啊，把舞传给大家。位置图吧。哦，位置图记前，他们是怎么样准备每一支舞蹈，怎么样编排的，我们把它记录下来。我觉得这蛮不错的。重要的是这一间好香哦。现在这一区是小人国，比较娇小的啦啦队们。对。187，再高个啦，你不要混入我去高个。我稍微指定一下，稍微啊，3号、8号、15号、12号，我想要学姐再加一个16。哎，你去16，快点，你去16。哎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他们已经排好了呢。只有我指定的人，其他随意站。小文，对对对，我在看画面。哦，不是我，我看见我鞋垫比较高。滑下来哦！因为现在场地太小，开幕战很大，所以我们要先让高个先排。长得比较精致的先休息。他笑哎，这样讲吧，还是说对？但是你开心的太，长得卡瘦该。那我还没有精致，就是
来来，你讲啊，讲啊，比较娇小可爱的。原来娇小可爱是精致的，娇小就好了。娇小，可爱也可以讲啊，漂亮也可以说，气质人又善良。要说夸奖，一次夸完，没有對，没有那边半套的夸一半，姐姐，好了。我们谦虚一点，学姐学姐，然后我学姐谢学妹啊啦。哦，你问错人，算了，我不应该跟。跟你讲，他已经要爬到学姐头上。大家拢安尼讲，屁啦，拢安尼讲啊，就皮的啦。我嘛是讲的就皮的。sit， 右手，左手，慢慢，不乖不乖。他刚刚怎样？我没看到。你刚是不是想试一次？换你来。别再。你让。有给他长进，有给别人看见了。不是，你以为他老婆在拍摄，对？他就在收集证据。有。以后拿来告你了。正经的啦。谁啊？老林啊。规集拢你咧练笑话，队长。队长，你是矮个还是高个？我是中个，我是中间，然后偏高个。金学妹都偏比较小只一点，原本你是小只就会被挤到高的。哦，所以你是升级啊？升级，我原本就是在高小这样子交换这样子。我是机动组的，然后学妹很多，所以今天就比较挤。啊，你们有没有秩序组啊？哦，有风纪股长林旦，我们风纪股长就是选一个最吵的人当风纪股长。他今天没有来，所以就对，今天就有点失控。今天有点失控，就有那个云溪啊，云溪最吵，他很吵，带头吵。这是有史以来我们最多人练舞的一次。我们以前才20几，但这次是整个变到30几个人，所以大家都很不习惯，因为空间太小了。这个企划是你想要来的吗？对对对，你说你想要来的，对，他没有阻止你。回去再跪就好，回去的事没关系啊。可以拍出来吗？跪的时候。哦，不要，不好看。我的观众一直敲碗的林香，嗨，终于来了。我刚刚有看到你一直都在吃糖果。哦，对，我现在这里还有。为什么？糖果，因为我需要那个补充点热量，因为我觉得我随时都晕倒。你是不是都没在吃饭？其实我有，我没有特别减肥，因为大家都以为我是有特别减肥，但我完全没有，就只是因为工作时数太长，然后忙到没有时间正餐吃。他的腹肌非常厉害。对啊，他的腹肌。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就自己突然炸出来。你有做什么健身训练吗？没有，我健身训练大概是3年前有密切健身，但我后来就没有特别了。可能是健身的时候，那时候肌肉都在里面养着，然后现在脂肪掉了之后，肌肉就不行。那为什么脂肪会掉？就是没什么吃饭，就没有特别跟朋友出去吃饭啦。啊哈，对，分享给大家。大都会的台湾日，我有看到你有在名单里面嘛？纽约那一场吗？对，纽约我有去。你有去？对 对, 對，我们也会去，期待看到你们。对，到时候再帮你们做一个记录。那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观众朋友们说？真的有非常多的人都敲完你，敲完超久的啊，就是我们开幕战4月号要准备开始了，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进场来为我们多多的加油应援。然后呢，通常开战的前半个月一个月，我都很容易处于跳错状态，大家不要骂我骂太严格。这种舞啊，其实我们今天这样一整天的记录下来，看得出来其实是非常困难的，真的很难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是一气之。
之间变那么难。我那时候看到影片的时候，我吓到，我想说，这个水准怎么不会是因为来了一个很会跳舞的杨绛吧？水准直接你知道大起，没有舞蹈底子人跳起来会非常丑，就像我本人，我有一直私下在练，真的吗？不会啊，我看我表情来吸引观众。对，而且我有发现啦啦队一定要笑。对，有时候笑是心虚的笑，就赶快心虚笑一下。OK， 那你在场上有没有跳错过？有啊，一定啊！我像我三年前刚加入啦啦队，我那时候跳错是这样，这样子，然后就马上被粉丝看到，然后大家都觉得我很不敬业。后来我才发现说，就算你跳错还是要笑，大家就可以忘记你跳错。我有发现好像要有自信，要有信心，就算跳错也是可以把它很顺的圆过去這樣。对，就是假装没事。对，继续跟上。对，你不尴尬，尴尬的就观众。想要知道你平常就是怎么样安排自己的时间，然后去练舞这一块。因为我们不是礼拜一都会练舞嘛，然后有时候我工作跑到礼拜一的话，就是私下你自己平常工作结束再另外花时间来练，或是你假日的时候找一些学姐们出来练。平常就是这样，可是我都跟我经纪公司说，尽可能不要帮我排礼拜一有工作，因为我是一个比较难跟上大家的人，除非是真的太没有办法拒绝的工作。對，真的就是价钱够高的啦。也没有，有时候价钱够高我也说不要，我要来练舞，我很重视这件事情，所以大家不要编我编得太用力。大家还是多给这一群啦啦队多一点鼓励啦，真的。 OK， 好，那他要继续再去练舞了、啊、OK， 加油加油，谢谢你，拜拜，谢谢。